你早上早上看的状况怎么样？我想都还算顺利了，有六班嘛哈，我想都目前都顺利，那就希望都很快把它完成这样子。我们昨天就开始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查了哈，那我们包括计程车车队哈的唾液的快筛哈，口水快筛大概951位都是阴性，那我们这个清洁手推车还有保全加起来这个987位也都是阴性，那今天会再做大概6000多位，现在正在开始进行当中。